叫没叫湿回来？正好进屋把这衣服都换下来洗洗吧。麻花啊，今儿个要是下雨回来还早点儿。棉裤都湿了吧？单裤洗。造的跟傻柱子似的，正好今儿回来早，把衣服啥的脱下，我去给你洗了去。今天他正好回来早，完了这旅店大姐这块有个洗衣机，我给他洗洗衣服，瞅这衣裳叫净湿。我说要是手洗，这大姐一门钥匙洗衣机洗，这么我就搁里轮上了。穿这衣裳啊？睡没睡醒啊？今天这不下雨吗？他回来早，我们俩出去吃点饭去。你说这板子呢？嗯呐。这是齐刷的，有饭店的。他这块好像饭店没几家哈，道东那是早餐店，上那儿去。嗯。快，你点个你愿吃的吧。这屋这小环境挺好，这还有。小单子吗？这个了，我背字不认识。猪塔飘香肉，啊，来这个了。刀鱼卡茄子，猪塔飘香肉，这两个哈。一个下酒的，一个下饭的哈。对，一个下酒，一下饭。又有鱼，又有肉，还有菜。嗯，行行。一人一瓶。哎呀妈呀，还整个小坛儿的。你那这个，咱这个。不是，这一瓶多少啊？半斤吧。咱这半斤。能都喝它吗？差不多。吃饭八大蒜，这好几天没八大蒜了。没啥。啊。就是咱城外有大蒜，葱蒜啥都有。啊。一米七一瓶，金装，来个金装台酒。挣钱了，档次都上去了哈。跟咱这一样。嗯，大家好，我是娟子。今天下雨了，他下午就没干啥活回来了，睡了一大觉。我俩出来吃点饭，吃完饿了。是。这个菜瞅这样挺好，那个还没上来。这菜好吃。去你晚上干活之后。是啊。回家我也给你做这个，回家我也会做，这是茄子做的好吃。下一阵雨就晴，今天这属于阵雨的。下两阵的，忘了浇定时。你像这乡镇饭店啥的，就得是菜码大实惠的，都是干活的。干活的那。那大鱼咋样啊？大鱼，我这有点保底不上吧。那我吃的这个生肉。对，那真好看呢，这行。嗯，谢谢啊，拜拜。谢谢，你吃吧。那你们保持是吧？你们一桌多好。嗯，你好。你那边吧，这个。还能干几天呢？这活。四五天吧。但是苗不大好，不但那块有点，但下雨倒尖的。几位？你就不咋出活呗？你干多少干多少吧，对付干完就回去了。对付干呗。嗯。我
炸的挺好吃啊。好，然后我一来我就直接去阅读。不然买什么？让我。是炒菜米饭呢，还有馄饨饺子。他们俩这俩菜，挺实惠。看一下这个菜，这个味道不次于咱们市里的饭店的味道，特别好吃。像筷子，你要是来一个山野菜烤肉，不看你学历，更假那种。我今天都想跟他上地了，来没让我去。得回下雨装着，得回往回去，我的眼睛都磨一天。那个旅店那大爷明天要采菜去，还问我去去呢，我说去拉着我，我想跟他俩去。去溜达溜达，采点菜去。不用太远，能走远，这跟前都是山，能走多远？他拉着那帮大娘好几个人，你岁数大不能往远走。你吃呗，走。这都吃了，这俩菜都吃。装饰品。不好加。你干嘛？这菜挺好吃啊。嗯，好吃的东西不一定说在多大的地方，这小地方的饭菜更好吃。吃完米山的广场又溜了。在哪边啊？政府军支部那边，军部那边。我都没出去走呢。他这茄子做的特别好吃，羊的蒜末我可愿吃这茄子了。各种柿子，这要你说的自带味儿的，说的。这玩意儿挺准的，半截儿。这一滴的还倒着呢。也不喝啤酒了，下雨了，今儿喝点白酒解解乏来了。你解解乏不要紧，别再解多了，我瞅你这可不少的酒喝。超点超点吧。你这自己劝自己，还超点超点。衣服都湿透了，来得急，离车远，往那跑跑那蹦趟了。哎呀，愿意喝就愿意喝，没人说你，这净找借口你这会儿。嘿嘿。这都吃了吧，下点雨也行，正好回来能缓缓乏歇半天，要不的话也捞不着缓乏劲儿。别忘了和大家说，我那个老弟他那个脚疼，他回家了，完了他能干几天。脚趾盖两个脚趾盖要削的磨的都青了，都要掉了。你这脚是那咋地儿啊？我这没事。嗯，你要是脚上哪块那啥的，赶紧吱声三开，得硬贴合。俺们这离我姨后姑他们吧，得有四十多里地，就不来回跑，我上他们那去。洗澡堂还有一点，嗯呐，咱们自己在这个旅店这块能缓缓乏啥的，多歇一会儿。歇歇，把时间都跑道上了，溜一下。啊，就不找了。他这个肉是外面裹的那个粉面的炸的，好像是。不是那是啥呀？咱这是炸小酥肉那个粉。对。嗯，可酥了。粉面炸的硬。吃这个。哎呀，你馋上这几天了。大家都可关心你了。老说你挨累，回家让我做好吃的，回家的，回家方便的，想吃啥就做啥了。就这样，现在农村的鸡养活啥样？就是挨累干活挣钱，就这样。你吃吧，这个我不要了。就是红蓝色的，吃完了。
你自己慢慢喝。控制不住了，对，灯光得修一下就好了。主食是没少吃，菜吃的太少。慢点喝吧，别着忙。啊，确实在喝。哎妈呀！对。我看你喝的可快了。一路下棋了。都吃，我到高地都得吃，都吃到底。就是晚上结账，好，别走，结的很香啊。等我再一个。一会儿再来一碗饭吧，这饭碗小。是吧？再吃。过年不也行？两大盘菜。所以呢，在那边买房子。不可能。咱有钱，你在三亚买房。多少你吃？就是工作，就是。他说火力的，我一个火力的。换了换了，还得给你。对。对，人家地也多，人家有设备，什么马达桥什么，到位那边，人家全有。到位。我拖着走了。明年挣老钱了，那中国挣数百万可能有了。这里省。好的好的。是这杯啊。人家真事儿。搁底下你得晃。先到你这里了。喝那个你。我不要，那里有白酒。那不黑龙江省那啥吧？嗯。下是。办那头像，你看一下。我又多吃。俩菜吃挺好哈。等着哪天要是再下雨的话，咱俩再出去吃一顿，再要俩别的菜。是不是就是为了这关系？我没有爱情，我讲就不如自己快乐。要是没有物质爱情，你修嘛就得改善伙食是吧？那。你相信是吧？三千多一个月，长哪？今天这点菜吃的那个好，钱包脸。哎，这钱包。这儿呗。啊。那块还有个小亭子呢，嗯，咱俩上那小亭子溜达溜达。这个像唐山一样幸福村，娃娃来幸福村遭罪。你得说你来挣钱来了，不遭罪哪能挣钱呢？幸福村娃娃，嗯，看这小广场，他们这个广场其实真没啥，好像哈，就那块有个小亭。但是他们这广场这个地面铺的都是这个彩砖呗。我们那块都是水泥板啥的，这个小亭看一下。一鸣亭。一鸣亭，2011年9月6日。9月9号。啊，9月9号，我这眼睛不好使了。这柳树多好看。这鱼干啥事情？扫地的呗。应该是。你可真逗，不瞅别的，就瞅这个老条枝子，就是扫地的。落日。